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亚洲之星。那么大家看到说礼拜四礼拜五到礼拜一连续三天台股天天涨，到底涨什么？上礼拜五尾盘230亿，好大的单，推上9908点之后，礼拜一继续涨。那投资朋友，你很想知道说，马老师，到底这个盘势会不会过万点？会不会政策又利多开始去嘎空手？真的，我在节目上我都跟各位事先预告过了，在美国还没有升息之前，我告诉投资朋友什么？美国要升息之前，这个资金不会改变，全球8.37兆的资金不会改变，会利空出尽，中小型股会涨翻天。结果呢？礼拜一大盘指数继续涨，晚报就告诉你了，中小型股真的又飙翻天了。我不是只有讲一次，上礼拜五还记不记得？上礼拜五收完盘，我告诉大家，这个礼拜3月23号礼拜四，立法院要审当冲交易税调降，降税利多要嘎空手，降税利多要嘎空手。上礼拜五呢，最后一笔230亿，这是大进货、啊。我还告诉大家说，降税当冲减到一半就是大利多了，如果减到1/3，超级大利多。你说台股会不会涨？你说上礼拜五最后一盘230亿，谁买的？还不是外资哦。上礼拜五外资总共买超也不过100多亿，但是上个礼拜五竟然有230亿急拉尾盘，通吃，挂单全部吃掉。为什么会这么大单？230亿在进货哎。结果呢？礼拜一越来越明显了。礼拜一早上到下午到晚上，甚至到礼拜二，你都看到一个重点讯息，新闻一直报一直报，报什么？行政院在礼拜四要端出前瞻基础建设多少？9000亿，9000亿的投资。我们不要事后讲，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在礼拜一开盘前来。礼拜一开盘前，我告诉会员朋友说，礼拜四行政院要端出9000亿规模的前瞻基础建设，利多；立法院礼拜四要审查当冲降税，利多；央行理监事会议估计维持利率不变，维持低利宽松，利多。政策三大利多全力在做多，会创新高，续报。政策三大利多，目的这三个字，嘎空手。上礼拜我已经告诉大家，嘎空头，真的，这种现象在上礼拜三3月15号的时候，我说，每一年到4月中会有个融券最低点，过去5年哦，融券会有个最低点，大概都在4月中之前，结果现在融券还40几万张，40几万张的融券会不会减20万张？会，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你说这个融券压力大不大？真的很大。那关键重点来了，去年12月12号，我说郁金光要嘎空的时候，它会走星象模式，嘎到最高点。去年的4月22号，星象最高点融券强迫回补，322块，还记不记得？同样的，去年12月12号，我说不要放空融券，赶快补。你不要以为它涨很多了。结果从100多块，还有回到100块附近哦，再涨到282块，融券重伤。那郁金光就结束了吗？还没有哎。上礼拜五再发生一档，哪一档？一个一个来。你看，上礼拜四新巨科融券最后回补，上礼拜五还有200多张，全部强部回补。上礼拜五新巨科强迫回补，补在最高点，空单全部补在最高，不是很可惜吗？
那很多投资朋友，你还在看那些看空的言论，看到政策三大做多的理由，我告诉你，不但嘎空头，还要嘎空手。这种嘎空头、嘎空手的方式，不是叫你说，赶快去随便追股票，也不是叫你说替我们会员抬轿，不是，而是怎么样的方向策略，你要好好掌握这个趋势。上礼拜周末时间，我还告诉你不要预测高点，不要预测高点。环球金涨停板，你看到礼拜一最高来到230，环球金的融券到上礼拜五还在增加，是不是嘎空单在加速？不要说怎么涨多了就要去放空它，时间压力呀，有没有算过？同样的，威刚礼拜一盘中也亮灯涨停板，我还是告诉你一句话，不要放空，空单赶快补，有洗盘的话反而是大胆压回买，你自己不要乱猜，跟着我的简讯做。第四季能够赚 3.59 元，第一季法人估计挑战5块，你要去放空它吗？不要找自己麻烦啊，要空的时间至少都要等到五月份以后，融券回补完以后，你说对不对？那么关键时间点呢，这个时间做什么股票？我们在媒体电视上所告诉大家几乎都是公开的讲了，上礼拜五盘后我告诉大家，礼拜六礼拜天的重播，我说上礼拜五美琪马压回来我再买，我不要你抬轿，我也不要你来什么插花。结果礼拜一涨到多少？上礼拜五我还把这个数字给你看哦，45块压回来买进，收盘47。结果呢，礼拜一涨到48块5。来，我们看看4721的美琪马，是不是礼拜一涨到48块5？短短两天，4块钱。短短两天，4块钱。你说压下来买好不好？我说我们带投资朋友操作上市柜1700多档股票，我们要买主流股，做波段还要做价差，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操盘的老师，而不是只是乱射飞镖。包含了台盛科，3月10号收盘跌下来的时候，我说压回来破100元的时候机会再现，说马老师跌下来4块2好可怕，99块3跌4块2的时候，你觉得好可怕好可怕的时候，投资朋友，你又看到一件事实，台盛科礼拜一最高来到125，最高来到125，差多少？25块7，25块7，又是20%以上。你再回头看一看，这种强势的主流股为什么压回来你不买，反而是压回来？我知道台盛科是没有券啊，你去放空了环球金，不是方向做错了吗？很多强势个股，你不要说看它好像获利不好或怎么样的，然后就去放空它，马上有时间回补的压力。我讲的对不对？这个观点，上周末时间我还告诉大家，你不要预设立场，不要预设高点。矽晶圆要涨价2年，季季获利会大增。30几块涨到126，我还是告诉你看好，压回来。3月10号有没有？3月10号压回来破100元，机会再现。结果呢，又涨到多少？礼拜一125块，又要挑战高点了。我也知道，投资朋友，你看到一件事实：礼拜一的台盛科爆量出来了。真的哦，礼拜一的台盛科爆了10000多张哦，10000多张的成交量，量先价行，这就是最标准的量先价行，股价还是继续涨，量已经又放大量，又要准备冲新高了。这种技术面的观点，很多投资朋友你都会看。那重点呢？低档拉回，洗盘拉回，低点。甚至拉回来，3月10号，我还告诉你说拉回是机会，你做到了没有？投资朋友，这种机会点是一天一天的出现，不要说好像错过了，
就觉得没有了。上礼拜来马上看短线表现的情况，我说收你受惠股哪一档3299的博瀚，我们67.5块附近买，礼拜一一开盘冲到72.5块，冲到72.5块，67.5块买，涨到72.5块，差多少？又差了5块。你说差5块差不多，事实上很多投资朋友这一波我知道，大盘从7627涨到礼拜一的收盘2300点了，将近2300点的指数涨幅，投资朋友你还是没赚到钱。赚钱真的那么难吗？我节目上公开跟你说，我在买博瀚的时候你不相信，上周末你都看到了，礼拜一收盘71块，最高来到72.5块，结果很多人呢又追在这里，跟我之间的差距差多少？5块，又差了5块，10张20张30张，那个差距是差多少？这种观点就好像我上礼拜告诉你说车联网礼拜四压回来是买点，你说马老师上影线这么长，又是爆大量14700张，爆大量14700张，结束了吧？结束了吧？真正会操作的老师，结果呢？礼拜四拉尾盘，礼拜五涨，礼拜一你自己看，大涨8%，礼拜一大涨8%，这个高点又要创新高了。礼拜四买，礼拜五涨，礼拜一涨，三天又是10几%，很难吗？这种机会点一次一次的，你看到很多强势主轴股，为什么我马老师选得出来？为什么我能够掌握到？这是专业啊！这种专业来，就像投资朋友你都看到有讯，礼拜一涨停板，我也不是叫你说礼拜一去追涨停板。还记不记得3月份，我说大盘指数在9700，这一档智慧城市受惠股在3000点的位阶，离3955都还不到。哪一档？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放大看一下，哪一档？2332的有讯还不到12块，还不到12块，2332的有讯，我当时讲，它是一个20个月的大底结构，有没有？20个月的大底结构，外资一直拼命的买，这是哪一档？来，我们看大一点，是不是2332的有讯12块都不到？结果到了礼拜一，涨停板有没有突破这个大底20个月的大底颈线？我还要说别的吗？这种盘式结构一档一档的，真正强势呈现在你眼前。机会不是没有，跟指数没有关系。那么这些个股都是我们在前几天3月份跟大家所推荐所锁定的标的。那么接下来呢，我礼拜一又带着投资朋友去买一档个股，你说这档个股有什么特色？来，这是一个标标标的密码，第一个标代表创新高，第二个标代表涨停板，第三个标代表涨不停，三个风叫做标，三个马叫做标，三个犬也叫做标。这种标标标的密码，3开头8结尾，中间两个数字，这个主流个股到底有什么特色？想不想知道？我说很多投资朋友呢，这一波大盘指数涨了快2300点了，马上要攻万点了，还有很多股票就像有讯一样，有讯你看到13.65块哦，礼拜一攻涨停板，它的股价也不过是刚刚突破一个大颈线位置，我是不是3月份替你锁定的？那么礼拜一我在锁定这档个股，买盘下压回来买，压回来建议买进，营收逐季扩增。你说它为什么压回来买，有什么特色？这是日线图，上礼拜四涨，礼拜五压回，过新高，创新高压回，礼拜一洗盘买点，洗盘压回来买，你自己不要乱猜哦。我不希望你猜，也不希望你说你替我会员抬轿，不需要。真正很多投资朋友，就算你猜到了，你买几张？你真的敢大买吗？关键重点，
四个数让你猜两个就好。这不是大力光，不是3008的大力光，这种标标标的密码想不想知道？我说千线万线啊，不如电话线。很多很重要的资讯，我每一天都很好的机会让你一起来分享。这种机会怎么掌握？尤其是投资朋友，你错过2300点的大涨，大盘指数已经涨上去了耶。结果呢？我说，这档个股上礼拜四出现供给量，礼拜五洗盘，礼拜一拉回，那么在礼拜二还有很好的机会可以让你上车，不要冲过这个高点你才来追。想不想跟上这档个股的脚步？想跟上的，来，中场的资讯非常的重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进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颈部越来越紧，越来越不舒服，导致颈部疼痛僵硬、肩背酸麻、失眠、头痛？现在只要躺在颈架松舒椎器，利用自然仰头松解原理，套上专属的头部固定带，再以手动充气微调，让颈椎自然提高，往后恢复颈椎间距，舒缓神经压力，让软组织得以松解，体积轻巧，不占空间，携带方便，随时可用，请您赶快来电。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今年20余年实战经验，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集中三档个股操作，专做主升段发动点，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亚洲投顾最佳选择，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2578-3777，02-2578-3777。黑是元气，黑是力量，爱见黑豆水 Black is power， 我的元气，我的力量，健康心斗力，爱见黑豆水。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今年20余年实战经验，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集中三档个股操作，专做主升段发动点，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亚洲投顾最佳选择，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2578-3777，02-2578-3777。筹码面，今年20余年实战经验，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集中三档个股操作，专做主升段发动点，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亚洲投顾最佳选择，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2578-3777，02-2578-3777。大户主力在哪里？主力筹码分析软体法拉利赢家能清楚掌握大户主力筹码，让你用最简单的方法跟着主力进出股市，轻松赚钱。赶快上网查询近日主力动向。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欢迎回到亚洲之星。那么盘势的节奏呢，我在节目上教给大家一个方法，有机会在演讲会场上我还要跟各位分享说怎么样选出这些标标标的密码。最主要的重点绝对不是用追高的方式，就像上个礼拜到现在，我带着投资朋友操作呢，不但是掌握波段，还掌握到短线的价差。我是怎么做的？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各位。我在上礼拜告诉大家说，美骑马3天3只大涨涨停板，这个幅度已经超过30%的时候，我不是带投资朋友你去追价。上礼拜二，3月14号开盘哦，开盘53.4，先调节一趟，美骑马先调节一趟。上礼拜二一开盘，连续3根涨停板幅度的，先卖一趟，
然后礼拜二去买。我说邀请大家一起来上车，阳明光。你说马老师，礼拜二你去买下跌的阳明光，真的会涨吗？也很担心说，哎，买下跌的股票，别的分析都告诉你说叫你去追涨停板，为什么马老师都带你去买拉回洗盘的位置？这是专业，将来当冲证交税减半，更需要进入一个专业的操盘时代。这种专业的操盘时代，你又看到一个事实：上礼拜二压回，阳明光上礼拜二压回，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涨幅超过15%，从35块涨到40.5块，有没有？冲上去，我不是叫你就追价啊！阳明光冲上去，我也有调节，调节之后压回又是机会，这不是很好吗？就像礼拜五，真的。美琪玛三天又回下来的时候，礼拜五开盘前哦，上礼拜五开盘前，我说我在买回，这就是一个节奏，45块以下买回。结果呢，礼拜一冲到48.5块，你现在很难相信说马老师礼拜五压回来买，结果礼拜一拉尾盘到48.5块，哎，两天。又4块钱的价差，怎么会没有行情？很多投资朋友一直纠结说，指数好像涨不是很多，又很害怕，然后个股呢又不敢买，真正涨上去了就去追，结果又被修理，修理完下来呢不敢买，然后又看到它涨上去，那个节奏顺序错掉了，真的错掉了。我说将来政策。当冲证交税降税以后，进入一个专业操盘时代，你要跟谁做？就像台盛科、环球金，礼拜一台盛科差1块又要创新高了，环球金又再创新高了，谁带30几块带你一路推荐上来？大盘大跌下来的时候，我告诉你，30几块是很好的买点呢，有没有？细微波的最佳买点，结果呢？回到100块以下，机会再现的时候，你又不敢买。看到礼拜一冲到125块，捶心肝呐！我知道你的感受。上礼拜我告诉你不要预设高点，这个报价要涨2年，季季获利会大增，马上又要冲新高了。礼拜一的成交量10000多张，爆量。量先价行，开始爆量，怎么会没有机会？很多投资朋友呢，你是看到涨停板，别的分析带你去追涨停，追了涨停好害怕，为什么？就好像我告诉你说，金国光涨停板的时候，我说会洗盘再攻，马老师，涨停板你怎么会洗盘呢？跌到礼拜一，是不是回下来了？从31块以上。31.35，回到28.9，是不是洗盘？那机会又来的时候，你怎么做？又要去杀低吗？就像永杰上礼拜四攻到涨停板，法说会利多都是可预期到的，都规划好的。结果礼拜一一回下来，你又害怕了。你看看他的子公司信利4根涨停板，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的 OLED？永杰是最看好的第一档，第二档是谁？信利，信利是永杰的子公司，永杰是信利的第一大股东。信利4只涨停板，凭借的是什么？这种关键的内容一次又一次，就像博汉，我说我67.5块买的时候，你怕，因为是跌下来买，礼拜一冲到72.5块，差5块了，很多人在这边追。差了5块，多可惜！同样的，我说车联网受惠股，上礼拜四我在买黑，爆大量买黑，你会很害怕。结果礼拜四拉尾盘，礼拜五涨，礼拜一漂亮，8%，加起来10几%了。到礼拜一，你看看买黑的地方，礼拜一是不是又要挑战新高？很难吗？真的不难，关键重点一档一档的好股票，我帮你锁定。
就像有讯，你看到礼拜一有讯，好多人又在追了，追涨停板。真的有拉回来买不是很好吗？真的有低档的时候，我之前三月份我告诉你说是3000点的位阶，你不相信。结果呢，有讯20个月的大颈线有没有突破？礼拜一涨停板真的突破了20个月大底的颈线，很难吗？真的不难，是你跟谁做，跟对怎么样的资讯。就像礼拜一，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哦。礼拜一我再锁定一档，礼拜二盘中还有很好上车的机会，哪一档？我先跟你说，礼拜一是回下来，回下来买很好买。礼拜二还有一个平盘附近的机会，还会有一个平盘附近的机会回下来。这是日线图，上礼拜四发动，礼拜五震荡洗盘，洗盘下来大买，很难吗？真的不难。关键重点，这一档标标标的密码，我给你个暗示，3开头8结尾，中间有两个数字，不是3008，买主流赚最快，千线万线不如电话线啊。怎么样把握这个机会？这种标标标的密码，我说要就是创新高，涨停板涨不停。想跟上这档个股，中场的资讯非常重要，尤其是很多投资朋友，你错过2000多点的涨势，一定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利用中场的资讯，跟我们线上助理直接来咨询，也祝您操作顺利。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家庭主妇手艺要好 ，HCG 厨房五宝一样都不能少，超强活力又节能。大火炒菜味道好，油烟一点都跑不掉。煮起来唔加扣扣扫哦，碗盘洗好 ，My Spa 杀菌除臭卫生好。加煮几羹，奶奶去洗辛苦，放轻松。早咖无 HCG， 行行拢熟悉，厨房五宝。HCG， 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经验20余年实战经验。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集中3档个股操作，专做主升段发动点，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亚洲投顾最佳选择，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2578-3777，02-2578-3777。成家让一个人变成一家人，从此为爱出发。欧洲年度最佳 MPV Citroen C4 Picasso。Citroen， 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经验20余年实战经验。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集中3档个股操作，专做主升段发动点，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亚洲投顾最佳选择，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2578-3777，02-2578-3777。我的时尚风格由我决定。我的世界我做主，德恩堂轻量潮镜价整付1680，